伊木，你怎么了？伊木啊，村长，快给说呀你！昨天晚上，肯定有小偷，他们一定是想偷我最爱的东西，我女儿们的尊严名节。你不是已经要订婚了吗？竟然还去跟亚特哥纠缠不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啊？我要诅咒你们，让伊木杰跟英哥永远不会得到幸福。8月19日起，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憎恨的漩涡》。